备好了吗？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要讨论这个 be 部分，因为上个星期呢，老师已经有教你们 simple present tense 跟 present continuous，所以还记得吗？什么是 simple present tense？simple present tense 呢，它是发生在习惯性或者是真理，所以通常它都会有这些时间词给你，然后呢，你要记得 he、she、it，我们的动词有 s、es 还有 ies，它是用在习惯的。I、you、we、they。我们的动词什么都不可以加。OK，这个就是 present tense。present continuous 呢，它说了是正在进行的动作，所以 I 肯定是配跟 am。He、she、it 是配跟 is。You, we, they 是配跟 are，所以凡是有了 is am are，我们的 verb 都要加上 ing，它是发生在正在。所以重温多一次，simple present tense 呢，这个是代表习惯，习惯。OK，习惯就是指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生的。所以 he、she、it 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动词都会有 s、es 或者是 ies。反过来，I、you、we、they 很多人的时候，我们的动词什么都不可以加，用回原本的字。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呢，就是 I 要配跟 am。He, she, it 要配跟 is, you, we, they 要配跟 are。凡是你放了 is, am, are，我们的动词有动词，我们都要加上 ing，都要加上 ing。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Now, right now, at the moment，此时此刻。所以看回我们的练习书。B 部分这一个，翻开你们的纸张，第四章，或者可以准确来讲的是第八面。B 部分，这个是之前老师有说，先让你们跳过，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回去。所以看第一题，Write the verb in the correct tenses，所以他给你 cry。他就问 "What's the matter？" 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注意看，他有放 apostrophe s，就是问你 "What is the matter？"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 apostrophe s 呢，在这边它是代表 is 的意思，就是指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哭？我要问你。为什么你现在正在哭？所以正在，我问你，所以你，我是不是要用 you 来问呢？我要用 you 来问，但是我要问你，你为什么正在哭？正在 you 要配跟什么的呢？you 我们要配跟 are，所以你要写。Why are you 正在哭？所以你有触动到 is am are，你的 cry 要加上 ing，crying。Why are you crying？为什么你正在哭？填下去第一题。
Why are you crying? 文博，你写了吗？写了。OK。第二题，阿敏，他给的是 not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他的英文讲得不是很流利，所以当我讲这句的时候呢，它算是真理，它算是一个事实来的，它不可能正在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够讲 is not speaking。 如果你用 is not speaking 是代表正在发生，现在它不是，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所以我们要说他回答他讲英文讲 does not speak。 对了，我们要用 does not。 所以阿敏一个人，我的 do 我就要变成 does 加 es 给他， does not speak very good。第三题，公话，一个人而已。The family car on Sundays。注意看你的 Sundays 有加 s 的，就是指每个星期日呢，他都会在那边洗车。每一个星期日，他都会发生的。所以公话一个人，每个星期日都会发生的。我们的 wash 就要加。E-S 给他 washes wash 要加 E-S 给他。第四题， Every Christmas 只要一到圣诞节，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就会享用，不用加 always 的，直接放 we have 就可以了。 we 要用 have。 we have roast turkey for lunch， 都会吃火鸡。第五题，Irene is not at home。 注意这个 is， 就是说此时此刻她没有在家，她在哪里呢？她在图书馆复习。 She is studying。 她正在图书馆复习她的功课，正在阅读。她有放 is not at home， 就是此时此刻她不在，所以你要讲她正在， she 我们就要配跟 is，所以放个 is， 你的动词 study 就要换去 studying。 She is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第六题， Please be quiet， 叫大家请安静。所以是我，你会叫人家请安静呢，就是指此时此刻你一定有很，你有在重要的事情在做，你就是要做 homework， 所以你要说我正在做，所以 I 正在，我们要配跟 am。 I am 我的 do 就要加上 ing， I am doing。第七题，他给你的是 not，
就是指他不是一位 Japanese， 这个是一个真理来的。他都不是日本人，他不可能有一天他会变成日本人来的。他是一位韩国人，所以你要讲他不是呢，我们要用 is not。Is not a Japanese. She is a Korean. 第八题 ，Mrs. Jenny Tan. 所以这个 Jenny Tan 几位人？一位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的 have 呢？你就要换去。ing 没有 ing， 他不可能正在有，他是他有两位女儿，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这个是一个真理，所以你不可以放 is mr 给他，他不可能正在发生。然后下面的第二个部分还有 C 部分呢，我们在之前已经是完成了，所以你就要去看旁边是不是关于一个小学生小男生在一边踢球的作文，还有 assignment do 我们也是做了，对不对？你再往后翻，你就会看到这个 grammar这个气体，那个地板是挖木机，那第八题挖没有好。然后你们就往后翻一面，就会看到这个有气体。来，现在做五分钟的时间。注意啊 ，father 一位人 ，Mila we。Jolene， 注意你的人物。可是第一题答案是什么？我还没讨论呢、啊。我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自己完成。还没完成你就问我答案的吗？你有听我说吗？气体五分钟的时间。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My father in a bank， 在一间银行里工作，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所以我们要用。它是因为它是一件事实 ，ing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请问 ing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刚刚有跟你们重温多一遍 ing， 有加 ing， 整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有 ing 的，有 ing 的是发生在现在、正在，你们要记清楚，不是随便圈答案的。爸爸在银行做工，爸爸在银行里面工作，它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事实来的，所以我们还可以用 ing 吗？请问还能够用 ing 吗？不可以，不可以。那么是谁回答我 working 呢？所以我们不可以使用 ing， 也没有 is work 的。所以你剩下 work 跟 works， 爸爸几位？爸爸一位。所以凡是一位的，我们的动词都要加 s， 所以是 works 才对。My father works in a bank。第二题 ，It 怎样 a beautiful day for flying kites today？ 今天他已经说了是今天 today， 所以 it 我们要配跟什么 ？Is 对了 ，It is。It is a beautiful day for flying kites today。It is 答案是 A。第三。Mila always 有和你说 always 了，就是指每一次都会发生的。Always come， 所以你不可以用 past tense came， come， 或者是 is coming 也不可以。想好好 ，Mila comes 也不能，因为为什么不能 ？Mila 一位人 ，Mila 是有几位人物？一个一位而已，所以你的 come， 你要用有 s 的 be comes 才对 ，comes。Always comes late。第四题 ，We usually 通常在每一个周末，我们都会去拜访我们的外公外婆。每个星期六日都会去，所以这个呢是发生在每一个星期六，你不可以用正在。是 A， 我们很多个人。Visit 用回原本的字。第五题，你在几点的时候呢？早上几点会去学校？你注意看你的 mornings 有加 s， 就是指在这边的 morning 有加 s 呢？就是指每天早上，每一天早上，记得每一天的，不能够用 are， 你剩下 does 跟 do， 你 ，you， 你要记得，很多人爱你 ，donkey， 对了 ，what time do you go？
是 donkey。第六题，想要说的是 Jolene 拥有一架 iPhone and a computer， 她是多么的幸运啊。她会这样子说，就是说她拥有，她不可能会说她正在拥有， is 后面 is 的要错个掉， Jolene 一个人而已，一个人是 A， 对了 A， 我们要放 S 的，有 has 的， has an iPhone and a computer。 What 什么 grandma 做？She is, 注意看后面， looking for her glasses. Is looking, 就是讲她正在寻找她的眼镜，所以一定是问她，她现在在做什么？ Grandma 一个人正在做，我们要用 is， 所以 A 跟 B 打叉。所以凡是放了 is am are， 你的动词都要加什么？ ing ing。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C 才对。 What is grandma doing？ 外婆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下面的部分跟旁边的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是完成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接下去看旁边的，来，要写作文。Write a story based on the pictures below. You may use the words given to help you.所以这个呢，你注意看它的动词，它的动词呢是有 was， 然后从它的动词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was， 这个它是要指每个星期。每个星期六，有过去的吗？这个没有的，它是指每个星期六呢，这位女生呢就会在星期就是很迟才起身，之后冲凉了之后呢，她就会享用她的早餐，所以通常她都会跟她的妈妈去那个 market。有很多人哦，看到那个 market， 就是我们所说的巴沙巴伊咯。然后他的妈妈呢，就会买一些鱼呀、肉啊、蔬菜跟水果。之后他们就回家做什么事情？准备午餐。所以午餐之后，他们整家人呢，就 relax 在客厅，在客厅。然后谁的父母亲就观看电视，然后谁呢就跟他的妹妹呢在那边 play chess， 注意看他的 play 有加 s 的。那么在傍晚的时候 evening 的时候呢，他就会去 jogging， jogging 在哪里？在那个公园里。之后他还会 join 他的朋友做一些 aerobic 的 exercise。所以运动完了，后面你可以自己说，他就回家
享用它的 dinner。 所以这个是每个星期六它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用 past tense。 所以一开始第一题第一句第一段的第一句我们可以讲谁时常呢在星期六呢都很迟起床。这是一位女生，给我这位女生一个名字，我们可以称她为 Lily。 Lily 可以。 Lily 时常叫什么？ Usually。 Usually 或者是我们用 always 都可以。Always， 他是几乎呢，是每个星期六他都会迟起床，所以 always wakes up late， 在星期六 on 每一个星期六，每一个星期六我们可以不需要写 every Saturday。我们在 Saturday 的后面加 S。 对了， on Saturdays 句号。你们先还不要写，先一起听老师说，然后 shower 就是指冲凉之后他就享用他的早餐哦，所以之后叫什么？在冲凉之后，之后我们称为 after。 After she after 吧。 After she takes 一个人，你要放 s。 She takes her， 这边不可以用 takes， 因为他给的是 shower， 所以我们要用After she has， 要用 has her shower， 逗号。她享用她的早餐。she 享用叫什么？有谁知道？Enjoy。 对了，所以你的 enjoys 要加 s。 She enjoys her breakfast。 句号可以写下去，这个是第一段。我们这边有四个图，我们可以分四段来写。空两格，幺幺，你们自己空。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呢，就是指他通常呢，他都会跟他的妈妈去哪里？去那个 market 哦，和他的妈妈去 market。然后在 market 呢，有很多人，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他通常第二段呢，我们不需要再写 Lily，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同一位小女生，所以我们可以用 she。通常的英文 U 开头的 Usually， 对了 Usually 去，可是要空一行再写第二段嘛，不需要去，所以他一个人的去要怎么样？加 ES， 对了，加 ES。Go to the market. Goes to the market. 和他的妈妈用在后面的和，我们要用 with。对了 ，with her mother. Mother. 句号。然后我们要说有很多人在那个 market， 要怎么说？有很多人在那个 market， 我们要用 that。There， 很多人， there， 我们要用 there are， 很多人 many， many people， people at。The market. The market. At the market. 然后我们才可以，我们才来说，谁谁谁的妈妈买了一些鱼、鸡、蔬菜和水果。这是谁的妈妈？ Lily。对了。所以我们要写 Lily 的，所以你要写 Lily 的是 apostrophe s， Lily 的 mother， 她也是有一位妈妈而已，所以她的 by 要加 s， 买了一些，我们用 some， fish 有鱼。有鸡肉，我们称为 chicken。蔬菜是 vegetables and fruits， 还有一些水果。句号。然后之后 home， 回家。之后叫什么？买完之后，他们的下一个动作就会回家了。所以我们要说 then， Lily 和她的妈妈，我们就直接用 they， 他们回家，两个人。你的动词不可以再加 s， 你要用 go。Then they go home， 去准备午餐要怎么说？去准备午餐 ，get ready to prepare 才对 ，to prepare lunch 就可以了。来，加去第二段。
好了吗？第二段。好了。好了。Kevin 呢？好了。好了。好了。Kevin 好了吗？好了。Kevin 你好了是吧？OK 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三段。好，看第三段，就是指在午餐之后，午餐之后，我们要用 after 午餐，我们是说 lunch，after lunch 都好。要空两格吗？作文开始新的一段是肯定要空两格的，这个是很基本的 ，OK， 这个要记得。After lunch， 午餐之后，我们可以讲谁的父母亲在 TV 的前面享受，就是指他们很享受的看 TV， 是谁看图片，自己看图片，是 Lily 的。Parents， 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 Lily 的 parents， 她的父母亲，我们称为 parents。享受她给你的是 relax。在那个 TV 的前面。他给你 watch TV 呢 ？In front of the TV。对了，我们要用 in front of。In front of the TV， 你在 TV 前面享受的目的 ？TV。To watch， 我们要讲，我们要去观看，不要观看 TV， 观看电影节目。Movies, to watch movies. 这个我们自己加下去 to watch movies. 老师，嗯，老师，怎么是？我能去上个什么？去。我能去上个什么？去。之后谁 play chess 跟他的 sister， 就是 Lily 咯。所以我们可以说多一次。Lily plays， 所以你注意看它的 s， 它的动词有加 s 给你。Plays chess with 她的妹妹，女生的她的，我们要用 her sister， 她的妹妹 sister， 这样子。很简单的结束了我们的第三段。来填下去第三段。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四段。第四段呢，我们要写在傍晚的时候。
莉莉呢就会去跑步在那个公园哦，然后之后她还会 join 她的朋友去做一些 aerobics， 然后再吃一些，她就会回家去享用她的晚餐。所以我们要讲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in the evening， 我们要说他去，我们已经知道是 Lily 了，对不对？所以不需要再写 Lily 了，我们直接用 she goes。She goes jogging。She goes jogging。她在公园里跑步吗？所以我们要用 in the park。句号。Jogging 完之后，她会 join 她的朋友进行一些韵律操，所以我们要讲之后，我们可以用 after that 逗号。 She 他参跟他的朋友一起做韵律操，我们用 joins。She joins her friends。 注意看你的朋友有三四位，所以你注意看上面她的 friends 呢都会有给 s 的。 She joins her friends in doing some 做什么韵律操，她给你的是Aerobic。 Doing some aerobics。 那么完了之后，他就回家去享用他的晚餐哦。我们就可以说迟一些，我们可以用 later。 他回家，是谁回家？是 Lily 还是 Lily 的朋友？主要我们要说的是 Lily， 对不对？所以已经来到句子的最后一句了，我们写出来。 Lily 回家 goes home。 去享用 to have 她的晚餐要怎么说？To have, to have dinner, dinner， 就可以了。好，来填下去。老师，我还没，我还没翻够，我没翻，我只是要放大。
好了。好了。好了。OK， 来，现在全部来看，看旁边。Module 1 and 2， 有没有看到这个？老师，旁边的好吗？ Module 1 and 2， 有一到九题，来，老师给你五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完成一到九。五分钟哦。想好好才确认你的答案。龙记。我还没有讲解啊。给五分钟的时间，要给其他人尝试做。下面的要做吗？一到九题。什么？但是那边的第五题和 C 跟 D 一模一样的不？第五题和 C 和 D 哦，对，一样的，可能是出版社那边他写错了，所以不用去理他，不用紧。OK。
好，请问是谁的麦开着呢？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Lucas is a French boy who comes 是说他来自 French 法国，来自我们要用 from 才对， comes from 来自。第一题的答案是 D。 第二题， Toyin always 有 always 的是时常，几乎是每一天都会发生，所以你不可能用 past tense be 删掉，你也不可能用正在 is having， 你只是有 has 跟 have。所以注意看 ，poin 几个人，一个人而已。所以一个人，我们要用什么呢 ？Has。Has， 对了，答案是 A。第三题，他说 ，Susie enjoys playing chess。这边前面讲他享受，后面这一边他就要反问他，他不享受吗？所以你注意看你的 enjoy 有加 s 的，所以你不可能用 didn't， 你也不可能用 hasn't， 有加 s 的 doesn't。 对了，数据一个人我们要用 doesn't。Doesn't she？ 她不享受吗？那么看第四题，她说 ：“Look at those beautiful birds。”我叫你看。当我叫你看 ，look， 就是指你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正在 now。所以 now 的我们都会有出现 is am are， 所以 A 不对， B 也不对，虽然 B 的动词有 ing， 但是它没有 is am are。 那么你注意看，现在他说的是 they， 他们那些鸟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是 they is the 还是 they are chirping。 对了， are chirping on the branch，在树枝上滴滴叫，就是它在它的那发出鸟的声音。好，第五题 ，He has to， 圈这个 to 起来，写在它的旁边。凡是有 to 之后的动词，我们要都要用回原本的字。所以你的 water 哪一个是你原本的字呢？ A water。 对了， water。 这边的 water 不是水，这边的 water 呢填上去它的意思是浇。 Water the plant 就是浇水给那些植物。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六题。 The game warden， game warden 呢可以下去 highlight 起来或者是挂糊起来，它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个 看管员。
at the zoo 就是在动物园里面看管那些动物的看管员呢 is not afraid of the lions 他们不怕他不怕他不怕那个狮子所以我们可以形容他 he is as bold as brass as bold as brass 呢下去他的意思是指他很大胆 B 的As fierce as a tiger, fierce 是凶。As playful as a kitten, playful 是好玩。As stubborn as a moon, 这个是指它很固执。所以现在你要说它们不怕老虎，不怕狮子。就是指他们很大胆，他们很勇敢的意思，所以答案是 A 才对。要将他的怀疑意思填在旁边哦。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Jesse has piano lesson on Mondays. She usually, 她通常就是指她每一个星期一，每天每个星期一，她都会在一点半的时候抵达家里。所以它不可能会发生在 bus stand 或者是正在。注意，它有 usually 通常就是指这件事情，我们是要加 s 的。所以它一个人 ，rich。对了，我们的 rich 要加 s。Reach home by 1:30 p.m. and 它的。钢琴课程他的第八题是要讲他的我们要用 her 才对 her piano lesson start at 2:15 she is never late 他从不会迟到 because she does not 圈起来这个 not 写在后面它跟读一样要用回原本的字圈起来这一个 not 写在后面是 A one 对了 A does not want 它不想要 to miss her lesson 错过它的课程所以请检查第一到第七题第九题好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翻后面从后面第十题开始你们有两篇的理解文从十题到二十题 OK 从十题开始到二十题现在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来自己完成理解文要划线答案要划线十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之后我会再跟你们讨论所以不要开麦聊天换一篇意面啊谁
在开麦喊呢，我会 remove 你们的哦。请不要开麦聊天，或者是对着麦发出那些奇怪的声音。谢谢。
好了，来，现在我们来看第十题。Choose the words that has the opposite meaning. Opposite 的意思呢，就是反义词。所以第十题，佳琪 enjoy ice skating, but enjoy 就是指他很喜欢，反过来就是指他不享受，他不喜欢。不喜欢我们称为 dislike。 对了，不是 delight 啊， delight 可以下去是兴奋或者是高兴开心。现在你要说的是他不喜欢，是 dislike， 所以答案是 C 才对。第十一题， watch out是叫人家小心，所以当你说小心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很紧张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后面是放感叹号、逗号还是问号？我们是放感叹号，所以 A 的打叉 ，D 的打叉。你感叹号之后，你的 the 你就要放大写，对 ，C。答案是 C， 对，你的 the 要大写。 The ball is coming towards you， 那个球向着你的这个方向来了，叫你小心。好，那么接下来来看第十二到第十五题，来看。 Lisian and her family are in the living room，正在，他们在客厅。Lisian and her brother are playing. Lisian 和他的哥哥，就是图中这两位，他们所玩的这个棋，我们称为 games, chess, tennis 还是 Scrabble? Chess 不是，是 chess 不是 game, 是 chess. B boy 是 B. Wow.Her father, 他的爸爸正在读。你注意看到吗？一开始我们有用 are， 是发生在 now， 写在那个 computer 的上面。Now 正在 ，now now。所以你要说他的爸爸正在读，不是 reading。Is reading.Is reading 要有 is mr 出现。Is reading 答案是 C。Is reading the newspaper。Her brother is 怎样 an email？ 你注意看，他正在写一封邮件，所以写叫什么 ？Writing。对了 ，writing。Writing an email on his computer. He is sending it. 他将这封 email 呢要 send 给他朋友，是住在 Korea. 所以我们要用，他是住在，假设这个是 Korea， 他是住在韩国这个国家里，所以我们要用 in 才对，用 in Korea。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六题，来，还要你 read and answer the question。首先，这位人，第一位女生，她讲 ：“Hi, I'm Mandy. I come from England， 从英国来的。我是来自英国 ，and I'm 12 years old， 今年十二岁。I love nature， 我喜欢大自然 ，and outdoor activities， 户外的活动。”There is a beautiful park in my neighborhood. 刮胡这个 neighborhood 辖区，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曼邻区。在我的邻区，我所住的这个邻区呢，有一个很美丽的那个beautiful park. We often have family picnics there.
我们时常呢跟家人会在那边野餐。然后到第二个男生，他讲 Hello, I'm from Japan, 我是来自日本。And my name is Toya, 我的名字是 Toya. I'm 11 years old. School finish at 5 o'clock in the evening daily. 他们的学校呢是每一天五点傍晚才放学。I have games and extra classes after lunch. 在午餐之后呢，他会参加活动，还有额外的课程哦。I am a member of the judo club. Judo, 括弧这个 judo 写下去，它的意思呢是柔道。柔道是一种武术这样子的，柔道。Judo club of my school and I represent.Represent 的意思呢，就是指我代表。写下去它的意思，代表 my school in judo competition. 我代表的学校去参加柔道比赛。那么第三位这位女生呢，她讲 Hi, I'm Indra Devi from India. India 呢就是印度。I'm 13 years old, 13岁。I enjoy drawing and painting, especially animals, 尤其是动物。I also love making craft, 制作手工艺品。I have so many of my painting to raise fund. Raise fund 呢是筹钱。For the school, 帮学校呢募捐哦。I am the secretary of my school art club. 我在学校呢是参加这个美术学会，同时我也是美术学会的秘书这样子哦。他有一个职位在这个美术学会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六题。Mary enjoy 什么东西？Mandy, sorry, 是 Mandy. Mandy will enjoy 什么东西？你注意看上面。See, going hiking and excursions. 看上面的第二句，他说 I love nature and outdoor activities. 我喜欢大自然和户外活动。所以 making handicraft, attending art workshopGoing hiking and excursion. Excursion 可以写去是去远足、爬山之类的，还是 taking part in judo competition. 上面有说了，他喜欢的是 nature and outdoor activities, 大自然和户外活动。所以有一个户外活动的就是 hiking and excursion.所以答案是 C 才对。好，看第十七题。We can say that Indra Devi is a kind person. 我们可以说明 Indra Devi 就是第三位这位小女生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心的人。为什么事情？He loved to help the poor. 他喜欢帮助穷人。Taught poor children to paint and make craft. 教穷小孩子彩画还有制作手工艺品。Sold her painting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 为了他的学校，他将他的画卖掉筹钱。还是 donated 捐 her painting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C, sold her paintings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 对了 ，C, 你看第三个小女生的第三句，有 highlight 起来吗？她有说到 ，I have so many of my painting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 我卖我的画画，筹到的钱我来帮助学校，所以答案是 C 才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旁边一面的练习。来看这个 question 18-20。There is a new student in Ryan class. 在 Ryan 的 class 呢，来了一位新的学生。He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He is on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他是为什么他会来这边呢？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学生交换的一个 program. He is going to be in Ryan school for a year. 一年哦。His name is Mikario. 他的名字是 Mikario. He is staying with Amri. 他住跟 Amri, one of Ryan's classmates. 那么这位 Amri 呢，也是 Ryan 的同班同学来的。Ryan soon gets to know him better. 很快的，他们就认识了这位朋友。Mikario said,Most people, 大多数的人哈，就是在这个 South Africa, 非洲 including myself, 包括我 can speak English, as well as many native language. 我们可以说英文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说很多的他们的土著的语言。 native 呢，可以下去是土著。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的非洲语，就只有非洲人才会咯。这个 Mikario is friendly, 他很友善 and he has made many new friends in the class. 他在班呢，他也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Everyone in the class is very curious, 很好奇。因为呢，我们身边呢都是马来西亚人，对不对？我们很少会认识到这些人是来自外国的，所以大家都对他感到很好奇了。因为他们想要知道 to know more about him， 想要知道关于他还有他的国家，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第18题。Mikario is in Ryan class. 他会在 Ryan 的 class 是因为做什么事情？ His father is having a job in Malaysia. 还是什么呢？ He want to have more friends in Malaysia. 答案是 B. He is on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在上面我已经 highlight 给你了。他来了一位新学生，为什么他会来？是因为他参加了这个交换生的这个项目。 He is on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所以你们要 highlight 起来，这个是你们第一题的答案。第19题， Most people in South Africa can speak， 他们都可以说什么？你就要看你的第三段。第三段 ，Mikario say, most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can speak English as well as many native languages. 可以说英文的同时，他们也可以说他们很多土著的语言，所以也是。答案是 A 才对 ，English and many African languages。A 才对。那么我们看第20题。If Mikario classmate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him, they would ask him. 如果他们想要知道他更多，你觉得他们将会问他什么呢？想要认识他吗？关于他，关于这位人，所以你们一定是问他，他喜欢什么和他不喜欢什么。对了，答案是 B 才对。因为你想要认识的是你眼前这一位朋友，所以你一定问他，哎，你在那边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不喜欢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是 about his likes and dislikes are， 问他的爱好那一些。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旁边的。第一题他问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来自哪里？注意看你的 poster 那边，他指的是 Australia， 所以你要说我是来自，我问你吗？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你要讲 I'm from Australia. I'm from Australia. Australia. 来下去。I am from Australia.老师 ，I'm 也可以吗？可以，你不要写 I am， 你写 I'm 也可以，就是一个 I apostrophe am。好 ，B 的。他的朋友问 What do you sometimes do after dinner? 我问你，你通常在晚餐之后做什么事情？同样我问你，假设你是这位女生，你就要回答 I sometimes 做什么事情。来，晚餐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晚餐之后我们有几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讲 I sometimes， 晚餐之后尽量我们不要选择做运动，因为你刚吃饱，我们可以选择比较静态的活动，可以 watch TV， 做功课，或者是 read a book， revision，或者是 play computer games， 我们就选择一些比较静态的游戏哦。所以你可以选择 I sometimes watch TV， 或者是 I sometimes read a book， 或者是 I sometimes Play computer games， 选其中一个自己选。所以你写完活动了之后，后面你要写 after dinner， orange 色的是我给你选其中一个，青色的是你一定要写，所以是 I sometimes watch TV after dinner， 或者是 I sometimes read a book after dinner， 或者 I sometimes play computer games after dinner。都写好了吗？第二题。好了。好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这位小男生说 I play hockey in school， 我在学校呢是玩曲棍球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知道这小女生要问她是玩什么 sport，你玩什么运动？所以他要问你，假设你是这位
小男生。所以就是说你在学校你是玩什么游戏的，你参加什么活动。所以我们要用 what game， 我们可以用 game， football 啦， hockey， basketball 这些，我们可以在英文我们可以用 game， 一个 sport game。 What game do you play？ 后面你要加 in。 What game do you play in school？ 你在学校里你是玩什么游戏的，玩什么运动，参加什么运动。老师好啊，检查看这一面。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来看这个 question 22。 The table below show how Mariana and her siblings， siblings 写下去是她的兄弟姐妹。Help their mother in a household chores。Household chores 呢，写下去是家务，家里的扫地啊、抹地啊那一些。所以我们来看他的 table name Mariana， 他的 chores 呢，他的任务要 hang the laundry to dry。 laundry 呢可以下去就是我们所说的洗衣物，你们要放进洗衣机洗的，我们都称为 laundry。 weekend 在周末的时候7:30，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去 feed the cat， 在每一天的5点。 Every day 就是指星期一到星期日。另外一个人 Sukri， weed the garden， weed the garden 下去他的意思呢是除草。在每个星期六的6:30，然后每一天的傍晚呢，他需要去 rake the leaf in the garden， 去花园那边收拾那些干叶子。另外一个人 Adam， take out the rubbish after dinner daily， daily 是指每一天晚餐之后，他要拿出把那些垃圾拿出去丢。然后呢，另外一个他也是每天 dinner 之后他要做的就是 sweep the floor， 扫地。然后最后 Susie 最小的那个妹妹呢， water the plants， 他就负责去浇花，在每一天的5点。所以你注意看这边，他下面还有说一句， besides helping out in the household chores， 除了帮助这些家务呢，
They have to finish the homework before they go to the park to play. 就是说他们在还没有完成他们功课之前，他们是不允许去那个公园玩的。他们必须要完成他们的功课先，之后他们才可以去那个公园玩耍。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Maria has four other siblings. 她有四位兄弟姐妹。Two sisters and a brother. 还是 two brothers and a sister. 她有四位，包括她就五位。可是我们看上面，你的工作表只有 Mariana, Sukri, Adam 跟 Susie 四个人而已。所以第一个肯定是错的。所以你要看是第二还是第三？第二。他是有 two brothers， Sukri 跟 Adam 是男的， Susie 呢是女的，他们的名字，所以是打勾第三个。Two brothers and a sister。Now B 的 Susie has to water the plants every evening, every morning 还是 during weekend? 看 Susie every evening. Susie 呢，她是五点 PM daily. Susie water the plant 五点 PM daily. Daily 是每一天，所以就是 every evening. 对了，第一个。那么我们来看 C 的 What chores does Mariana has to do every day? 每一天她必须做的。注意看你的左边的表格， Mariana 她有两个工作， Hang the laundry to dry, feed the cat。 可是只有一个工是每一天她要做的，注意是 every day。对了， feed the cat， 你有看到吗？她的时间是每一天的五点，所以你不可以直接写 feed the cat， 你要说，你要写 Mariana必须，你要放 has to 做什么事情，将他的那个挂壶那个 feed the cat挂壶起来， feed the cat 就是你的答案。Has to feed the cat。句号。D 他问你 Do you think that the children are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可以写去他的意思呢，是负责任。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负责任呢？有，他们有。所以我们要说 yesThey are. 他要你 give a reason， 给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他们负责任呢？因为他们有帮忙他们的妈妈去做那些家务事，对不对？他们没有将这些家务呢全部都留给他们的妈妈做，他们都有帮妈妈去做家务，减轻妈妈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帮忙他们的妈妈， They 帮助
我们称为 help 他们的 their mother 去完成 to do 的家务，家务刚才已经有写意思给你们了，我们是称为 household chores， 因为他们有帮忙他们的妈妈做那些家务。老师，今天去个什么？什么东西？今天去个什么？可以去。谢谢老师。不用客气。好了。那么这一题他问你 ，Why is Susie given only one easy chores？ 为什么 Susie 只是给一个很简单的家务？你们看回去表格。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两个工作，对不对？ Mariana 她要去晒衣喂猫， Sukri 要去除草，要去扫地扫那个叶子， Adam 要丢垃圾要扫地。反之只有这个 Susie 她的工是最简单，去浇水罢了。为什么呢？小对了，因为他是最小的，那么最小的他能够做到很多的家务嘛？不能，他不能够做太难的家务，所以我们可以说 Susie 太小了 is too young， Susie 太小了，他不能够做比较难的家务。 She 不能够，我们可以用 is not able， cannot。 除了 cannot，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 is not able to do 比较难，我们称为 more 难是 difficult。 谁一直开着那个麦又关麦，开麦关麦的？ She is not able to do more difficult chores， 她不能够做比较难的家务。你叫他扫地他会吗？不会。你叫他抹地他会吗？不会，因为他太小了。那抹地的那只都比他高。对，抹地的那个都比他高了啊，他也没有那个力，他也没有那个力去拧干那些水，对不对？所以他有可能去抹地，有可能洗碗嘛，他那么小，他洗碗可能分分钟他还会把那个碗打破，就很危险。所以就安排他做最简单的工作，就负责去浇花。检查一遍你们的答案是否正确。OK， 那么如果没有疑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一边为止，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见，拜拜，拜拜，再见，拜拜。